平川说炼净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洲非常精彩的人兽大战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，地图选择的是 EI 2.2 版本啊，这个 EI 做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。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族 ID 叫 Hawk 啊，来自于俄罗斯的人族选手，目前算是欧洲的顶尖人族啊，应该排名在欧洲是前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左边，一名红色的兽族，那 ID 我们简称就是 AB。这名玩家来自于荷兰，感觉荷兰这个国家啊，兽族都比较的强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，兽族这一边首发的是先知，那不出意外的哈，又是先知配猎头的一个打法啊，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Hawk 这一边，哎。听说你喜欢出猎头，那我整个山丘是吧？山丘一锤锤你个猎头。好，这一局的话，人族还是比较针对性的啊，出了一个山丘。最近的版本确实啊，兽族的戳，把人族的大法师戳的脑壳都晕了啊。所以最近也是做了一些调整，首发山丘，我们看一下山丘能否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啊。开局双方的话，看一下兽族倒是很早就过来侦查了，人族暂时没有。那人族心想，哎，我脑子都不用想啊，肯定是先知配猎头啊，我也不去侦查了啊。家里的话看一下啊，对方做了一下侦查啊，防止对方练一下这个雇佣兵。我们看一下人族第一个点会练雇佣兵吗？民兵开始敲起来了，这边小苦工啊焦急的等待，对方怎么还没来？好，先知开始了啊，两头狼一招，马上去人族家里逛一逛啊，顺便赚点经验值。好，山丘的话开局直接练分矿，那是一个开分矿的打法。开分矿的话前期可能资源会有点缺啊，一般的话可能练个小点再去开，但是你练完小点之后，先知就一直跟你纠缠，你想练也难啊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好，先知马上要过来了，先去人族家里一看，哎，好吧，对方家里的话农民数量有点少，肯定在外面干什么事儿。好，小苦工提前侦查到了，山丘搞了一个攻速手套，这里看能不能锤一下，先知锤一下来一个围杀。先知反应很快啊，一看到对方往这边走，赶紧撤，这里的话跑得快。好，人族前期的话这个资源不太够啊，先造根塔，慢慢的顺塔起来，后面慢慢处理你是吧。这里的话兽族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猎头已经出来了，猎头会越来越多啊，如果操作好的话，可以依靠自己的这个远程打近战的一个优势啊，各种放风筝。这里人族，哎呀，资源太缺了啊，本来就缺，然后对方两头狼又去你家里提经验，这里民兵是吧，没有机会踩木头啊。好，人族开始慢慢的往主矿来靠了，赶紧回防一波，家里的话资源太缺了啊，农民死的有点多。好，这里人族本来想练一下这个雇佣兵啊，结果先知在捣乱，山丘要不要回防一下？现在人族很尴尬，分矿没有起来，主矿又岌岌可危，所以是要各种防守。好，资源差不多了啊，人族再差一点木头马上就可以放分矿了。兽族这里的话猎头的数量是越来越多，四个了，科技的话二百已经升了三分之一。人族现在还好，看见山丘，看见先知了。好，这里没有锤先知，而是杀你的猎头，猎头还是比较的脆啊，一锤一个。这里你继续过来吗？哎呦，这先知用自己的肉体来卡位，有点膨胀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再锤一个，再杀一个，兽族后面感觉要考虑出大计了呀，猎头可太脆了。狼一招是要杀一个残血的一个步兵，这里的话哎，突然杀心起来了。好，这里两头狼贴脸，先知可以自己出来小操作啊，大家可以学一学，当对方想围杀你兵的时候，你用自己的兵贴自己的英雄啊，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口子，到时候你兵走开，哎，英雄你就可以钻出来了。好，人族现在资源终于够来开始敲分矿，主矿的话由于没有塔，两头狼又开始过来提款了，这里民兵赶紧敲起来，有一个小农民倒下，这里的话人族暂时不太敢走远，先守守分矿吧，主矿暂时有民兵可以抵抗一下，虽然说农民已经死了两三个了啊，又死了一个，民兵敲起来，这里狼一张。好，兽族都觉得前期这个骚扰的时间还有机会啊，到此为止，自己再继续练一练。现在有猎头，先知可以疯狂的补等级，补的差不多之后二本一好啊，刚好可以进攻一下人族的这个分矿啊。人族现在的资源还在慢慢恢复的时候，哇，零木头啊，这个资源是真的炸。好，山丘练完这一波小鱼人已经成功到了二级大半，再练一个小点马上到三级之后啊，对于先知还有猎头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。买了鞋跑得快啊，本来腿不是很长，买个鞋，哎，我健步如飞。
好，先知的话也练一下分框，练完分框先知可以考虑啊，也整个分框是吧，双框打双框，我这边还是远程打你近战。这里山丘的话过来练一下中间的四级，有没有蓝牌啊，看一眼好像没有。家里的话现在要补塔了啊，没塔是真不行。分矿补一个商店，接下来的话人族可以找机会去兽族家里拆一拆建筑，这个兽族很懂得二本营好，马上把尖刺障碍给升好，到时候你这个近战拆我建筑啊，你还会反弹伤害，会掉你的血，兽族还是很懂的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先知继续在外面练，练完到二级半，马上要到三级了。家里的话看一下，二发的是老牛，哇，那打的这个进攻能力比较的强啊，二发的是老牛。山丘过来侦查一下，好，对方疯狂练完暂时没有放，哎，步兵还是想去拆啊，但对方尖刺障碍马上升好，好，拆个二本建筑也可以。这里的话，哎，山丘看见了对方练级，好，一锤一个猎头很舒服，有些跑得快，对方一时半会还追不到你，找机会，哎，好，有个残血的猎头看，哎，来了，但是老牛也来了，这边山丘不太敢逗留，万一老牛踩你一脚一个围杀就危险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好，这里步兵还在拆，步兵疯狂的被反弹伤害掉血啊，这里继续拆，对方如果再撑个城防啊，那就更加不得了了。好，人族现在是残血的步兵拉回家，这里还有一些步兵继续攻干，这里发现拆对方建筑好像不太靠谱，好，我顶盾也升好了，我杀你的苦工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兽族这里没有去防守，还是选择进攻，家里的话有地洞啊，稍微钻一下地洞防守一波，这里步兵赶紧走，两头狼来了，二级狼输出还是比较的不错。好，开始正面交战了，哎，老牛看看能不能杀山丘，我贴了个加速脚能不能踩出来，把步兵卡一下位置，好吧，留不下山丘，留你两个步兵也不错。这边的话山丘贴了一个净化药水，哎，戳掉了，打断了，这一波人族感觉很危险啊，你步兵刚骚扰完状态还没有补好，分矿的话只有一根圣塔，圣塔对于猎头来说是吧，毫无什么威胁力。这里山丘自己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人族步兵都是残血，好，家里继续补个兵营，那 后面的话看一下有没有安排铁匠铺，铁匠铺安排后面转火枪，火枪去打你的猎头。这里山丘现在药膏也不好买，哎呦很尴尬，这个分矿开的感觉有点负价值。好，上来一个锤还想杀一下对方，哎，对方有狼骑，山丘为了前期这个资源最大化卖了 TP 啊，这一波山丘阵亡了，哇，那人族感觉要没了呀，山丘阵亡，分矿基本上撑不了多久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好，步兵绕过来买英雄，那你英雄买出来没有状态呀，哎呦，电盾烫起来，小农民要不要修，修一下自己状态会很差，农民赶紧修，抢修抢修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人族现在二本还没有升好，二本没升好，你山丘过来的话买不了蓝瓶，这里电盾继续烫，圣塔掉了。好，山丘过来出了一个 buff， 对方见面直接秒你山丘，狼骑一个王，又来一个围杀。这里山丘的话你虽然有鞋啊，但是对方有狼骑，好，这一波还是跑赢了，幸好对方只有一个狼骑，哎，第二个狼骑也来了，第二个狼骑一来山丘就跑不了了，这里顶盾福特曼还在拖时间，那顶盾福特曼打不动，猎头打不动，但是我的二级狼能打动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拆你这个兵营了，拆这个矿了，矿一拆怎么办，山丘你还敢来，这有两个狼骑了，刚才一个狼骑你以为你有鞋可以跑得快一点，两个狼骑你就跑不了了，哎呦喂，山丘又要阵亡了，人族这个分矿开的是负资产呀，哎，好，民兵敲出来能不能稍微的，哎，拖一下时间，好，血瓶买了一个，哦呦，这个山丘很极限啊，买了个血瓶，买了个蓝瓶，再来一个锤，对，先把对方狼骑给干掉，狼骑干掉你山丘才有操作一个空间，现在你买了个血瓶，但是有 CD， 狼骑能网出来吗，网出来之后山丘就没了，山丘 CD 赶紧能不能吃，马上要吃了，差一点点，哦，好，吃掉了，哎，现在这里是打通了的啊，地图不一样了，哎，这里竟然可以绕过来，好，家里的火枪来了，补点伤害，先把对方的猎头给搞掉，四个火枪，哎呦，小农民现在不是民兵状态了，狼骑又两个狼骑了，那没办法，山丘再一次阵亡，三级山丘死了两次，但山丘也是为自己的分矿拖了很多的时间，眨眼间已经有四个火枪了。现在人族木头很缺，英雄买不出来，只能够慢慢复活吗，先出个血法师，农民想修狼骑一网，哇，这踩你一脚，分矿没了呀，
这分矿一掉，人族接下来的话，看看这个小农民走吗？后面一大股部队把你这六个农民收割掉，经验值很多。不过现在兽族很贪，他想把对方的友善力量啊，先把这个火枪给干掉。啊，人族民兵再一次敲出来，哦呦，小农民也开始去打架了。现在就是拖时间，拖时间，拖自己的英雄出来。民兵，差不多时间要到了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哦呦，这一局人族打的是相当相当的惨烈。兽族现在狼藉往一个啊杀一个，往一个杀一个。哎，这个狼藉一身血非常极限。不过现在的话有白牛灵魂链一套，部队表示啊血量非常硬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血法师终于出来了，但一级血法师你好像不要深追啊，深追对方狼藉一个网你可能就没了。那接下来就看一下人族血法师能不能到二。血法师一技能升的是抽蓝，并不是虚无。这一波等自己的还是等自己的山丘。兽族现在等一波部队，先把人族的分矿拆掉，建筑全部拆一拆。家里的话看一下，白牛大祭，然后科多，部队很扎实。人族现在赶紧补火枪。好，人族这个分矿感觉成本好像，如果不算死英雄的次数的话，这个成本应该是回来了。但是算上死英雄啊，这个就不好算了啊，两个。一个三级英雄死了两次是吧，经验值一方面是给了对方很多经验值啊，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啊自己花了很多钱买英雄。好，血法师现在要赶紧补一个等级啊，兽族也开始发动大进攻了啊。这一波老牛的话已经是快二级大半，马上快三级了。哎，两个狼骑一来，血法师又危险了。兽族标配啊，两个狼骑无法无天，血法师直接阵亡。那接下来又要等自己的这个山丘，山丘现在复活了一半，民兵继续敲起来战斗。这一局的人族啊，前期游戏体验相当的差。老牛三级了，先知已经四级半，民兵敲起来开始干架。不过对方有灵魂链啊，部队非常硬。哇，科多来了，提供一个光环啊，提供一个战鼓光环。那接下来兽族这个部队更加强大，人族看看能不能等到自己的山丘出来。民兵全部敲火枪啊，两个火枪一出来了，这一波现在有五个火枪，山丘马上出来了，山丘一出来，但是现在没有商店，有商店吗？有商店，买个蓝瓶。山丘，山丘出来了，山丘现在主升的是二级锤，一级的霸血啊。打兽族这个部队的话，必须去出，必须去洗个点啊，出个踩地板。好，狼骑干掉一个，这里的话有圣塔在，老牛身上没有蓝，你限制不了山丘。山丘走位小心一点，不要太靠。哎哎哎，山丘小心一点，山丘在追杀一个大祭啊，幸好背靠商店，吃了一个蓝瓶，反杀对方一个老牛，先知换个 TP， 老牛交个 TP 吧。老牛好，交个 TP， 完美撤退。这一波的话，哦呦哦呦，这个狼骑一丝血过来凑热闹啊，本来想来上个车，结果不小心被别人给点掉了。好，血法师复活成功。那人族这一波的话，靠民兵居然站住了呀。兽族有点膨胀啊，民兵敲出来，你可以稍微的往后退一退啊，整阵已经拉好了，然后慢慢打。这里由于有灵魂链在，这个部队的话血量啊都是残血，加个药膏贴一贴。现在人族是赶紧要练级，把山丘练到四，四级之后有钱去买个重修之书，然后洗个二级的踩地板，二级的锤。这边血法师的话马上到二级之后有个虚无啊，关键车可以保命。这里再给自己的山丘输送点魔法值 ，nice。人族这两个英雄如果等级能起啊，配合起来会相当的完美。好，这里打了一个闪避护符，山丘哎又可以保命了啊。好，兽族的话现在也开始练级了，科多肚子里面还有一个火枪，慢慢消化。这里也相当于一个眼镜一样，对方的话直接可以 OB 一下你在干嘛。现在兽族是43的一个等级，那人族42，血法师等级稍微低一点。这里山丘满蓝的一个状态了啊，好，两个蓝屋啊，全部为山丘服务。山丘这里的话，贵族头环安排上，人口方面45打50，建好了。双方现在都是单矿啊，单矿打单矿。兽族现在白牛很多，白牛很多，然后后面靠老牛啊，老牛，喂、哎，山丘洗点了，可以洗个点，升个二级的踩地板啊，听说你灵魂链很多是吧？我踩地板 ，A O E 伤害。好，锤一下山丘，找个好地方。哎，老牛先踩出来了。好，两个人是你一脚我一脚啊，这踩一下。血法师找机会保一下。我兽族的话，我攻击目标太明确，直接去想刷山丘。好，老牛上来踩一脚，这边人族吃了一个群补，老牛吃了一个血瓶。
这里山崎优身上能不能控个无敌啊？无敌上去再踩一脚，然后再输送的魔法值再踩一脚，舒服，人族民兵也敲出来了。这里哎，再踩一脚，哇！兽族这个部队有点扛不住了，山崎优这个二级踩力板输出有点炸，兽族赶紧叫 TP， 赶紧一个锤，哎，又带走一个狼骑 ，nice。这一波山崎优洗个脸，感觉是王者归来啊！刚才是被兽族追着了，现在的话我有反抗之力了啊！山崎优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到五级，五级之后升个三级的踩地板，哇，那更加的猛啊！兽族现在部队赶紧补给一下，好，先知道五级了，五级之后三级的隐身狼 ，nice。人族哎，这边小农民觉得来都来了啊，要不开个矿？这里山崎优继续疯狂的补等级。这里看一下五级蓝胖子能不能掉个蓝牌啊，我前来净化这片土地。薛法师马上也到三级了，也打了个吼叫，吼叫还行吧，到时候开个吼叫，整体部队的伤害提高一个档次。这边有没有蓝牌啊，买一个，山丘现在非常缺蓝，或者的话刚才商店如果能控个无敌也好，现在山丘啊就是关键的时刻，山丘如果能保住，兽族这个部队也是有点扛不住啊，虽然说兽族皮糙肉厚啊，山丘哦，也不是盖的啊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人族再把中间这个大点给练掉。哎，六级石头人啊，运气好的话能搞一个不错的装备。这边人族又开始开矿了，家里呢还是在出火枪，一口气两个火枪。你抽抽蓝，血法师二级抽蓝还是比较的猛。看一下六级石头人，现在两个英雄吃惊呀，所以说山丘不一定能到五。加九的攻长还是给血法师吧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好，看见对方来了赶紧走。哎呀，这个点没有去练掉，山崎优走位小心点，这里抽一下老牛一个锤，掩护一下大部队往后撤一下。现在人口方面的话，兽族是50，人族也是50，50打50，双方都在压50人口，这样的话采矿效率是最高的。这里抽一兽速速点魔法值，现在双方都比较的谨慎。哇，兽族两个隐身狼过来把这里3-4个农民全部干掉，赚了呀。人族这个分矿啊，真的是难看。好，山丘现在有蓝屋了，加加血。山丘有没有血瓶啊？没有，买了个回城可以的。关键时刻有保命。这里的话，兽族还是50人口，我们的部队在这边地图的话练的差不多，还有一个小点。练完之后，老牛现在看能不能到五加。老牛到五，那也是一个转折点。山丘现在是各种搜刮小经验值，看能不能到五级。血法师捡装备，山丘现在还差多少？差49点经验值。山丘说：“给我49点经验值，我给你一个未来啊。”老牛现在差多少啊？哇，老牛还差个141，老牛差了有点多。哇，狼又来了，又开始杀农民了。人族这个分矿啊，真的是收走了提款机。好，山丘控了一个无敌，要开始进攻了。这一波56打52，双方都破50人口了。双方都觉得哎，这大战不能不打了。山丘山丘看一下，找个机会一个锤啊，锤的是先知老牛这一脚，哦呦，踩了人族一大半的部队。先知这一波的话，看一下老牛无敌交出来。好，这里血法师给直接给一个虚无，现在山丘没有到五级，很尴尬。这边又来一个虚无保命，哦呦，闪电链一脚。好，山丘到五级了，五级有三级的踩地板了，双方两个人互踩。这边再踩一下，哇，兽族大部队全部一身血，这里再输送点魔法，这山丘第二脚能不能踩出来，哦呦，闪电链，哎呀，没有踩出来，那一脚要是踩出来的话，经验值将近就不得了啊。结果山丘没有扛住兽族所有火力，直接把五级山丘给秒掉了。五级山丘，哇，刚才那一脚要踩出来，兽族90%的部队都要阵亡。好，现在人族在等钱，把五级山丘给买活。先知过来买了一个隐身，隐身很 nice 啊，到时候给老牛。这一波人族44人口在等自己的山丘，五级山丘很贵，两个隐身狼又来了，又来拆这个分矿。好，山丘买活，赶紧去分矿守一下，把两个隐身狼给处理掉。兽族的话，哇，残血的部队回家赶紧贴药膏啊，这个贴药膏也要花不少钱啊。这边两个隐身狼，山丘来了，听说你们在疯狂搞事儿，三个头环，这个属性啊都是花钱堆出来的。蓝屋很多，驱散一下隐身狼，赶紧驱散。好，驱散一下，血法师成功到了四级。这里的话分矿，造根塔吧，造根塔反隐的，这没有塔的话，对方这个狼各种过来提款。现在兽族是双5的等级，人族是54，英雄等级兽族领先。
但是这个资源方面啊，未来看好这个人种。好，过来，这里还有一些海龟没有练掉，看一下七级海龟能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？山丘身上有 TP， 还可以。血法师现在也是空蓝了啊，在呜，这要什么来什么 ，nice， 一人面罩，这样山丘魔法恢复速度提高50%了，刚才是一直缺。人族这个阵容的话，缺少了大法师啊，没有辉煌光环，只能靠血法师从外面借蓝，是吧？那现在野怪没有蓝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山丘这边老牛买了个隐身，还有无敌。那五级老牛三级踩，这一个开团，人族几乎所有部队都会踩晕的。这一波看一下，两个隐身狼来了，老牛也是隐身。好，老牛找个好机会踩一脚，看一下，哇，人族部队全中。然后闪电链再一交，二级闪电链，这老牛再踩一脚，人族感觉要爆炸，好，赶紧山丘交个 TP， 那你 TP 一交，分矿就没了啊！哇，老牛这个隐身开团太完美了，那山丘 TP 撤退，分矿又被拆了。接下来的话看一下，人族现在正面的话人口落后10人口，不过正面只要山丘能顶住，人族还是可以打。老牛，吃到了隐身的甜头，哎，要不再去买个隐身？一脚人族全体部队全中，然后闪电链再闪一下，老牛再踩一脚，闪电链再闪啊，两个回合人族估计60人口全部要倒下。哎，人族啊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我去这边开个矿怎么样？好，现在人族找另外一个地方开矿，老牛隐身来侦察到了你这个大部队。好，这一波双方要小心了，老牛在后面踩，山丘在前面踩。哎，撤退的过程中，哇，先知这一股过来，闪电链要不要交？把这里锤一下，限制一下老牛的蓝。山丘血量不是很健康，一身血了。好，这里又来一个虚无保一下。现在人族阵型要调整好。哎呦，这边山丘再敲个地板。老牛想去杀，但是老牛身上没有蓝。这里想杀一下这个山丘，哎，部队卡个位置，现在兽徒所有的火力全部追着山丘来打，山丘一身血走，南巫奶了一口。好，这里兽徒终于反应过来，不能再杀山丘了，杀对方残血的部队。这里老牛状态不是很好，好，南巫追着山丘奶一奶。现在人口方面的话，兽徒领先10人口，哎，山丘敲个地板，我又走了，敲个地板，然后这里过来又敲一下，先知点点点，现在兽族没有狼骑。好，这里吃了一个蓝瓶，又踩一下，一个白牛倒下，一个锤，一个科多又倒下。现在山丘非常极限啊，一丝血，各种挑逗。血法师这边的话抽出来，呜呦，兽族大忌全部是一丝血。山丘，一个锤，这里还想去杀这个山丘，哇，山丘2位数的血量啊，一直在极限游走。哎呦，老牛倒下，血法师5级，哇，那老牛倒下没了呀，兽族最后一波团战直接被人族给秀惨了。我们恭喜浩克啊，这一局游戏的前半部分浩克的游戏体验极差，后面山丘洗点之后完全就是王者归来啊。好，我们恭喜浩克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